我开始了，我开始了。是吧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先尝疙瘩汤。哇，你这个疙瘩汤赢了耶！我觉得我特想做疙瘩汤这道菜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做的。但今儿我就学会，原来这么简单，很简单啊，嗯，而且味儿特好。你跟我说一下咋做的，因为我当时在忙着备我的菜，没有注意。就是正常面，然后用特别小的水，然后不停的搅拌，然后搅的有点起了那种小，就是面沫那种感觉，絮，然后就停，这就是疙瘩了。就这么简单，剩水停了之后你手也别停。最难的就是切西红柿，我觉得最难就切西红柿，西红柿切碎。可是我觉得它切得很轻松啊，然后里面有蛋絮絮，对不对？蛋清，那个蛋要打吗？要打，先打完了下之前再搅，边搅边下，边搅边下。没尝咱们这汤呢，没尝这个汤之前先不要说那个疙瘩汤的事儿。哇，我们这个汤绝了，这汤绝了，绝了，这汤绝了。哇，小月，这个这丸子是怎么做的？就猪肉馅摔出来的。摔，嗯，摔完之后，然后我看到小九用手抓，对，他是拿勺一挖一个，嗯，好吃，你做的真好吃，你的小手真巧，我手不行，嗯，大手，大手，哎，真的很大，他手真的很大，嗯，哇，他手跟我手差不多大，对，我很少遇见跟我手差不多大的，嗯，对啊，对吗？真的，我手也很大。硬是要跟他摸摸手，击击掌。这是哇！我包这个，绝了！哎，再包一点这个，你包这个肯定会非常薄。嗯，好吃。哦，太好吃了。嗯。煎饼的味道和我们的这，哎，这特别好，就和这个这个菜啊，这个菜就没，就是怎么做都，哎，这话说的呢，重组一下语言，这个菜本来怎么做都不会差，都不是，但是做的这么好吃，我还是头一次，嗯，而且这种越简单的菜它就越困难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味儿，耳熟能详的，显而易见的，但是它却炒出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和状态。那我觉得蛋和黄瓜清晰可见，两个人的配合和两个食材的这种羁绊互相吸引在一起，在我的嘴里一顿弹跳，反复横跳啊，在我的嘴里。哎呀，全不好意思了。哦，对了，月哥，哎，报菜名是相声里面一个东西吗？对对。哎，小九，你要不要学一下？可以的，老师接我。我请您吃，我请您吃蒸羊羔，蒸羊羔，我请您吃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熊掌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晾肉小肠，好，来，好，自己来一遍，预备，我请吃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儿，烧花鸭。哇塞！哇，他居然记住了四个，好难呀、啊！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。我月月，你是平时在德云社的聚会上也话这么少，还是平时你就话少？我今天很话少是吧？有点。我平时话就不多。聚会里我不是话多的那个，烧饼、栾平啊，他们话比较多。
但你都是这样，然后不说话，然后甩脸子给他们看看。你现在嘴底下有一个疙瘩汤，你是着人家呢，你还说人家，你真的是。我打你，你信不信？不是一个比喻吧？啊，那不恰当的比喻。因为我跟他比较熟，所以他私底下或者他宝藏的样子我是知道的。但是月月我自以为我了解他，但今天还是不太一样。我也是，我跟他挺像的。你发现我平时私下聚会，其实我也不太说话，就我也没有那么多话来说。但私下聚会话最少的应该是我，你不觉得吗？因为你白天说太多了。我不是白天说太多了，因为有太多话我需要我听了。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月哥，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可能看你在台上，然后给人很喜剧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发现你台下，哎，你好像不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这样？我姐有时候也问我，跟我说说。有次看你演出就觉得那个帘儿很神奇，那个帘儿一掀你就换了一个人。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岳云鹏。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。大家过年好啊。我姐我亲姐都觉得是那样的。哎，九良来我们这儿说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挺孤独的，就是他特别怕麻烦别人。嗯，就是比如说他也想约朋友出去吃饭，但他预约人吧他就觉得在麻烦别人，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方不方便。是是是，我们很多人都这样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这样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听德云社的相声排压。我睡觉是吧？我睡觉听。对，我睡觉听。催眠那玩意儿。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不是不是，好有意思。有意思有意思。我排解压力一般都是看看电影、看看书、听音乐，哪怕戴上耳机暴躁一会儿也好。你能想象，比如说你在你家弄这么一个轰趴吗？不会，是不是？有那么三两个朋友，就是经常上我那儿，我不会就是，来呀、啊，约呀、啊，就这种，你再叫俩，你再叫俩那种。八个的凑一局，二十个人。对，我今天这场子必须弄大。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很放松，他们也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喝喝茶，聊聊天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而且我师傅也属于那种，我发现我这两年我师傅变了，就是有时候叫我们说，哎，你约一下那几个云字的，哟，干嘛？咱们上我这儿喝点。这么多年十几年从来没有过，就这两年疯狂的有这种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时候给郭麒麟发信息，儿子你什么时候上回家来，咱爷俩聊会儿，就这种。我说这怎么了？就我就开始跟栾云平啊，跟孔云龙、烧饼，我们几个云字儿嘛，我们几个最早嘛，开始聊师傅怎么了。然后我师傅就会说，哎，老了，岁数到这儿，老想让你们在我这儿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喝点聊点咱们自己的事儿。我跟郭德纲同年。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说他老了，怪不得有时候你总找我呢。找我们这云子味儿。你好好说，我找你多你找我多。我找他。